二哥，我一个公主，要这一身修为并没有什么用，而你是异界的王，需要守护你的子民。这孩子毕竟是你的骨肉，既然太子殿下给了咱们神之草，我就试着将我的毕生修为渡给他，看能不能让他醒过来。天智，渡修为是天族的事情，你如此逆天而行，难道不知道有什么后果吗？他是你唯一的孩子，也是我的亲侄儿，我怎么可能连试都不试一下？二哥，请你相信我，胭脂一定会让他醒过来的。君上，外面有人要见你，是从青丘来的。青丘，可是个女人。回君上，是个男人。男人，让他进来。是。青丘，白浅女君坐下，迷谷小仙见过义君。不知你家姑姑找我有什么事？并不是我家姑姑，而是折颜上神。折颜上神，本君久仰这位上神的大名，却从未有幸见过。不知折颜上神有什么话让仙使带给我？上神说，既然夜华君在此次东海瀛洲救了义君，义君总是要有些回报。回报？不错，就是回报。